不是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要不是你把秋哥的归队材料弄丢了，这个排行榜最多排第二。挺热闹的。我听说现在二队榜首换人了，我问问那个叫李瑞的在不在？他竟然提前完成了考核。之前啊，叶队长让他去国外的时候，还整天哭丧着脸呢。可惜啊，叶队长走了。 不然的话，他一定会让邱飞当他的接班人的。你不是在国外训练吗？怎么提前回来？我要再不回来，家世就变天了。到时候是不是连二队的位置都没有了？怎么着 ？solo 一把。 没见你比去年有多长进，别废话，先赢了我再说。这里锅，你怎么可能会坠锅？